由 Gordon Ramsay 旗下餐厅 Bread Street Kitchen 前主厨 Brandon 开设的限定快闪餐厅 Brando's Burger Joint 在今个七月就会在西营盘同 fans 见面。Brandon 设计了几款汉堡和小食，除了以手差上乘牛肉的经典口味汉堡，亦都有加入了自家制辣肉肠和辣椒酱的辣味汉堡，辛辣刺激配啤酒简直是 perfect match。 而以慢煮一小时的嫩滑鸡胸肉配以凉拌卷心菜和腌制红葱头的鸡肉汉堡，就适合不喜欢吃牛的朋友。将慢煮鸡肉轻轻炸好，然后拌上自家调配的蛋黄酱，平衡了油腻感，味道恰到好处。而小食方面，就一定要试试这两款。一款是无骨鸡胸肉，用上辣椒和金骨等多款配料煮成，香口又野味。而另一款是用了12个小时慢煮的牛肋肉，味道香浓，一啖一件，送走就一绺。餐后来一件 crack pie， 为这一餐作结，那就最完美了。